补枪，不是你。补枪也不可能是你啊。补枪，不是。这个吗？补枪到底是什么？谁在用的啊？阿龙吗？阿龙不是用太刀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补枪到底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？道具，道具，装备，晋级的太刀，是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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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手动一下。奥龙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斧枪哦，斧枪，魔法攻击力加20哎、欸，不好，好了，走吧。不是不好啦，是目前不太需要。我觉得贯通和物理攻击力加20比较好。什么讨伐队溃散呢？暂时就帮寺院警备吧。为了报答他们接纳遭到驱逐的我们。原来如此。好了，他没有给我东西耶。讨伐队那些人似乎也反省自己的行为，深深的反省着。因此我们寺院正考虑敞开心胸原谅他们。就算是讨伐队也一样是人民，寺院不会弃他们于不顾的。受伤时随时可以回到这个寺院来，获得2个高级药剂，这才对嘛，这才像僧侣。跟你嘞，你要讲什么话？整个晚上我都在自责，不该参加那种作战的。听了升官大人的话，才让我恍然大悟，与其花时间懊悔，不如多祈祷。为了，告慰异界的部下们，我能做的就是祈祷了。虽然升官大人给我的东西，但应该是你们才使用才是。给我10个治疗药剂，哎。对啊，皮马里用的，我刚才有看到，最后有找到。哎 ，Yuna。お早い出発ですね。Yuna 様は昨晩あれほど遅くまで働かれていたので。我们要早上就要赶路了。大丈夫ですか ？Yuna 好辛苦哦。お気遣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でも十分休みましたから。あなた方も出発ですか？あ、原稿が終わって。走过宦官河向北走。新たなチョコボを探すつもりです。找新的路行鸟。騎兵隊を再建します。一人足りないんじゃない？另外一个，对啊，那个男的嘞。你还在哦，西瓜皮。何してんの？置いてくよ。要出发寻找新的路行鸟了。だってチョコボについていくなんて無理。ではユーナ様、ご幸運を。我跟你哟。エルマ、フラスコ、行くぞ。はい。走人了。ちょっと休ませて。甘ったれない。这个也是配角啦，很抢戏的配角。以后还会常常遇到，跟那个帮我治疗的那个女僧侣一样，以后会常常遇到。噔噔噔，哎呦，走到这了。次どこだっけ？原稿川を渡るの。我们要渡过宦官河了。原稿川に向けて。我们这一集可以遇到绿谷了，哦，我们要前往宦官河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经典的音乐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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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就是好听，太好听了，受了这么一点伤就不能走路，我实在太弱了。你现在才知道吗？洛基，我一直都和他一起并肩作战，就算回老家也要在一起。恭喜你们，这个啦，这个也是很有名的配角。こんにちは、皆さん。薛琳达。私たちにとっても大きな教訓になりますよね。エボンの教えに反していては、やはり神は倒せないのです。你学到的东西就只有这样而已吗？瓜德萨拉姆，什么东西？瓜德萨拉姆。所以你也要旅行就对了。瓜德族好好对话。好啦，这里有一个宝箱啊！怎么有怪？这里怎么藏了一只怪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好不好？现在用不知所措可以吧？先黑魔法啦，火焰对魔法不太有效，可是它冰成以 1.5 哎、欸。
水啦，水乘以 1.5 欸，水啊，呜，欸，果然不太有效，还没有死，还剩30几滴，太可惜了。啊，那你死啊，等一下剩一只好不好，这样让别人有打的机会，让别人也打一打，不然都得你们打就饱了。对啊，很神奇的音乐。哎，换人啊，换 T 打。你们想不想看一下召唤兽？哎，没砍到。好了好了，换召唤兽出来了。召唤西尤娜，入りました。召唤西尤娜，伊克西翁，不是雷翁就好了，西翁。噔噔噔！召唤雷马，拉出来哦！第一次的时候有召唤兽动画，之后就直接跳出来了。召唤，有点长得像，有点像奥丁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好了。召唤出来就为了砍一刀，敌方瞬间毁灭。噔噔，好了，宝箱在这，这么大的宝箱不开实在太浪费了。呜，关键换光球，哎，获得三个，哎，有点多啊。走一下好了，提达解锁关键换光球，使用，噔噔解锁，噔噔噔噔。看一下还有没有魔力，不要用魔力，我只能走一步而已。使用，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又增加200点了。突兀的脚，它就是靠那一只脚啊，召唤雷剑，通通都是用那一只脚，有点像避雷针。噔噔噔噔，我刚才好像在前面看到龙族的人哎，浪走，不晓得有没有看错。先把狗砍死，这一只有点恶心嘞。我想先换人，先让阿龙出来砍一刀，让我瞧瞧食腐兽。换人换人，继续叫召唤兽出来，召唤西尤娜。噔噔噔，这一只应该是怕火吧？应该没问题吧？骑在雷马上。不知道屁股会不会麻麻的，有没有？陨石打击啊！喂，800哎，不错。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拜托你好不好？小力一点，他只会很平常的攻击而已。喂，再抓，抓抓抓，抓抓抓。抓抓抓！召唤兽的部分明天看 YouTube， 这么辛苦。食腐兽之舞就这个啦，会全体中毒，很恐怖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抓完了抓完了，看一下他有多少血，还这么多，我已经满了，我用好了，满了就用，满了就要用，不要浪费。要搬九桃啊！每次都觉得伊芙利特很累，要搬九桃太辛苦了。好了，赢了赢了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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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艾龙有上升吗？修利刀，剧毒攻击手。我看一下修利刀是什么东西？装备？修利刀是等你用的吗？修。晋级的太刀，我现在叫晋级的太刀啦，修利刀，力量变换，继续先制攻击好不好？继续先制啊！力量变换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干什么？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，过来跟他们讲话。噔噔，哎呦，又是龙族的音乐。他们在欺负弱小吗？
欸，我的地马力很强欸。どちらも召喚師を追いかける。谁说跟在召唤师后面就是没胆小鬼的？角なし角なし。龙族就是喜欢对吉玛里冷嘲热讽。对啊，違う。小さな小吉玛里。召喚師が消え帰らない。次は決まりの召喚師の番だ。不可能。我な決まり、角をなくし召喚師もなくす。惨めな決まり、一人で泣き叫べ。他们讲话好酸哦。我们可以打他们吗？我现在就想打。あいつらさ、決まりに恨みでもあんのか？啊，摇摇头。我觉得決まり已经算很冷静的了。ただの嫌がらせ。いつか蹴りをつける。总有一天会做了断的。没错。決まり一人で。決まりの問題だ。俺たちは黙って見てるのが礼儀ってもんだ。気になるのね。有点令人担心呢。ロンゾ族の問題はロンゾが解決する。昔からのしきたりだろ。そうじゃなくて召喚師。对啊，召唤师失踪，一直在传。突然消えるわけでもあるまい。まガードがしっかりしてれば大丈夫ってことだ。我们有这么多护卫，不用怕啦。哎嘿，吉玛里很强的。对啊，哎，又遇到了，又遇到这一只啊。战斗的日子没有结束，先把这只小狗砍死好了。那他还配着一只小狗。配一只小狗嘞，叫露露来打了啦。我这次没有召唤兽，哪有这么多召唤兽啦。火属性攻击啊，他最怕火属性攻击了。叫吉玛里也出来打啦。召唤士啊，一样火属性给你啊，火属性 1.5 倍。噔噔噔噔噔，呜，他就是怕中毒啦。我就是怕他打我的时候中毒。中毒其实比他打的还多。露露快一点好了，我这一场就是要靠露露了。黑魔法啊，中火焰，继续中火焰。我的话早打了，我现在真的觉得，对啊，那个 Gimali 其实很冷静。继续中火焰，烧！他现在拿着妖猫啊，那个露露现在拿着妖猫可以换啊，他会一直换布哦。不是，我不要召唤，我不是要召唤，我是要治疗的，治疗一下。噔噔噔噔，哎呦，还好我有加速，加速就是好。以后有全体加速更好。砍呐、啊、砍呐、啊！哎呦，学得斗志，这么酷哦！这样砍几刀就有斗志哦。我有看到吗？哎，烧赢了，我们的中火焰赢了，噔噔噔！我烧，结果那个提达不是啊，那个瓦卡没有出来打，有没有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不太注重瓦卡。瓦卡的戏已经结束了，瓦卡已经抢过风头了啊，他已经拿到水斗球的冠军了，拿了一个冠军奖杯回来，交给他的队友。我觉得他的戏已经结束了，之后还会有一段跟瓦卡比较有关的戏，可是也不是这么重要了。也不是这么重要，好，觉得讲的好随便哦，讲的好随便。随便放一个防雷好了，随便放，很随便。反正 Yuna 在怪物砍我们之前，我们还可以再多打一次。他是怕什么？这个是水还是冰啊？我实在有点看不太出来。看一下，这个是火焰呢。冰啊，他是要用冰？哎，不是，他是火焰，因为他是火的，中火焰。
我要用中火焰那么强吗？